里怎么那么暗啊？好像一个废墟哦。怎么会是废墟？等一下呢，我介绍那个老板让你认识，你就知道这里呢是多么的特别。你好，老板。是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嘿。我带我女儿特别来这边，稍微了解一下你们这间餐厅呢，到底是有多少年啊？臭屁，臭屁是没有骄傲，有一点啊，是有点骄傲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用心经营的嘛，对不对？算，对对对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请问这些年轻人在做什么？这是我们现在青年的艺术家啦。哦，艺术家。然后我们会把一些哈，在整理社区的一些废弃的木板啊，哈，变成板材这样子来做画画这样子。哎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上啊，这个小小兵啊，好，小小兵。对啊。以前电影我有配音过嘞 ，Lucy， 很好，这是我配音的。这真正不是你要来，我猜了，我唔知你要来。哎呦，我是多只话，我是缘分嘞。哎呦，有影影啊，安尼算咱有缘呐。是，咱顶世人吼，一定是亲人啦。边个这间是？关这好多南城杂货店哈，阿都好多废墟餐厅，阿都好就是无围墙美术馆。嘿，这是我的游客围。哦，当然啦吼，你要赶快围一场嘛，我加。封那就好多，这封闭生辉啊那啦，像这是游客来来围哈，啊围了来拍卖嘛。哦，我早看这个围。安尼吼，系啊，出来哦。啊，我围是拢无同款啦。嘿，我拢围湖啊较济啦。我倒是要讲是围好人哦。喂，头家，你嘛你无做学习嘛，足可惜的呢。这个地方吼都废墟啦。你这个说顶头看吼，起码看安尼有屋顶对吧？较早时代是无屋顶，较早无厝顶，拢无厝的，那有可能？哎，就是以前是大陈岛义包的眷村，然后他就离开了嘛，阿贵也就整个逃都搬去，所以我们这边有48间的废墟，或者依序哈把它建立起来，一边整理废墟，一边变成是像这种的创作。啊，为什么当时你要做这件代志？就是拄好一个缘分啦，来到这看到这个故事，感觉无彩。哎，这种眷村刚刚看也有它的特色在，它蛮美败。嗯，那我们就去看了一些案例，觉得这个方式好像蛮有个性的这样子。所以你整个餐厅是你自己设计？哎，这嘛无设计，我好自然发展你看我变迁去，其实这种老的社区一个眷村把它整理干净，它就很漂亮，它自然时间的美感。是。哎呀，既然两位 VIP 哈来到我们废墟，当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客制化的记忆包厢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厨，对，我们的废墟吴彦祖。哦，废墟吴彦祖，对，自己封的，自己封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远近驰名，是台湾兵棋部，他是新北市袁咏仪。啊，你是？我花美男，不是啊。好，我们走进去好不好？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包厢哈，为你设计的。哎呀，酷哎，是，超级酷，哇哦。啊，对，这是第一集的时候，然后这是垂直风斗，丑死了，真的很漂亮。哇，好多好漂亮的地方哦。这个是行动的理发车，啊，这是我们去捡那个什么海瓜子，海瓜子，对。哇，刚刚看到了那么多的照片，真的是充满记忆的回忆。哎呀。听，妈妈真的很爱你。这个客制化的包厢就是你安排的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啊，不是你安排的吗？什么？不是你安排的？不是啊。那是制作单位安排的吗？哎呦，好感动哦，这是满满的回忆耶。对，那，现在我面前这是。你来吴彦祖啊！我在这里，我在你旁边。哎，来，你刚刚盖小姐。这是我们的牛小排啊，曹姐的这个是我们宜兰在地饲养的樱桃鸭，就是每个人来宜兰都一定要吃到的樱桃鸭。哦，樱桃鸭我知道，非常赞，超好吃。樱桃鸭胸，对。啊，舅母姐哈，你说啊，这一道菜它会冒泡泡是什么意思？一起蛤蟆了？没有，那蛤蜊汁，然后还有妈祖的蛋菜。我们取它的一个汁液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大豆蓝子，做成了一个分子料理的一个泡泡。我第一次听到要吃泡泡这件事，好吧，听你的。吃看看，对。哦，蛤蜊的鲜味，真的有蛤蜊的味道哎。对。下面有一个温泉蛋，然后对我看到有蛋哎。对，然后还有搭配我们自己
南方澳的一个小卷，然后你可以拌在一起吃这样。对，很特别，这是你自己想的吗？你的创意料理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一季的菜单就是希望以宜兰在地的一些海鲜，因为宜兰靠海，我们希望用一些海鲜，然后海鲜结合在一起。对对对，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办国宴。国宴，还不敢想，还在努力。对，你尽量还在努力。真的不要客气，真的还。嘿，有机会的话。太好吃了，这里面充满了宜兰的美丽的风景，还有宜兰非常新鲜的海鲜，海味，对，海味，宜兰海味，樱桃鸭胸，对，中间搭配的是芋泥，对不对？对，芋泥在中间，中间有芋泥，然后还有冰梅酱，冰梅酱，哎，这个小姐，熬煮来吃过河呢，台湾在地的食材来做出法式的料理，这是一种创新。嗯，这吃一盖条呢？我因为你才来呢，我袂因为头家来。我给我爹吧，给你吃这个大的。那你喂我啊？这很大哦，它不会很难咬。我们的牛小排它搭配 三杯的酱汁，以前只要三杯鸡啊，三杯中卷，三杯，我们用三杯酱，然后搭配牛排。不会有个味道。对，我没有吃过三杯牛排。对，就是，可是它其实味道吃起来是非常合的，只是没有人这样做，新奇的感觉这样。200分，几分？200分，200分，谢谢。你可以去参加地狱厨。我以前真的是从地狱厨房出来的。真的？还这么厉害？下面是地狱厨房，你不懂。